我们要正常喂食鲨鱼的时间，不可以，哪边能配合？我们想要支持台北。还有请求合作的部长，是楼梯，楼梯，楼梯。市长李文忠有可能升任副市长吗？来，楼梯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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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市长，你有没有要帮你合作吗？蔡总统有抛出那个喊话，你们要不要？他说要集结最大的民意。不要，我们要正常喂食鲨鱼的时间，不可以，哪边能配合？市长，不要回应一下蔡总统跟你喊话。今天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排的？因为你没有公开的行程。还是市长你会后我们等你。不然你就一个那个朋友就排。好啊好啊，要正常喂食鲨鱼。